这个数是谁统计出来的？杨尚昆。杨尚昆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，因为杨尚昆他很重视到底我是多少人，因为凡是从下边报上去的都经过当地一把手签名的，都是假的，杨尚昆也知道假的。所以他这次他专门，他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啊，那个材料还有啊，他很重视到底我是多少人，他就成立一个普查办公室，自己兼任办公室主任，与公安部一个副部长兼任办公室的副主任。他说这是普查第二次人口普查，完全不经过地方，完全经过公安系统啊，经过省里边的公安厅啊、公安局啊这些啊，有公安部人口统计处的这个副处长来主持啊，主持了最后结果是9600万，我是农民9600万。这个阎若斌当时在公安部也是个高级干部，他就不相信，他两次问这个人口统计处的这个副处长，这个数是准确不准确？人口统计处的副处长说，这个数经过我们反复的核对是正确的，而且已经是存在公安部人口统计处